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 Emma。那你今年几岁？20。你是什么职业？我现在选手。那你生日是几月几号？6月1号。身高多高？162。那你知道你的三围是多少吗？是多少？75，然后68，然后95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双子。那你平常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就在家玩手机。那你可不可以用一个词形容你的个性？个性乐观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？长得帅。就是外表有什么条件吗？双眼皮子高鼻子。身高有条件吗？175以上的。那他要什么个性？个性比较温柔。那你可以接受谈恋爱最大的年龄差距是多少？3岁。往上3岁还是往下3岁？往上3岁。那你是喜欢哥哥多一点？弟弟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那你友情、爱情、亲情怎么排序？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平常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吃甜的。那你喜欢喝什么东西？珍珠奶茶。平常最喜欢的包包品牌是什么？LV。化妆都用什么牌子？化妆蛮喜欢用大陆。平常穿衣风格是什么样的？舒服就好。每天几点起床？大概8点多。那你赚钱的目标是什么？目标赚钱的目标，比如买车、买房，或是旅行，常常出国。我搞你家己的工作，你跟男生出去吃饭会 AA 吃吗？可以。那男生带你去吃什么餐厅会最吸引你？我喜欢吃中式的菜，越式的。你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纯友谊吗？没有。你觉得现在在台北生活一个月大概多少钱，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一点？比较舒服。